上周，俄罗斯空天军的苏道35在叙利亚锁定美军最先进战机 F-22 的照片在网上曝光，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。据一些蛛丝马迹来看，这些照片应该是空天军苏副24或苏道34战机在飞机座舱显示屏上用手机翻拍的。最近这些年来，俄军士兵因为玩手机闹出了各种丑闻，特别是在东乌克兰的事态发展过程中，俄士兵玩手机自拍更是被西方和一些民间组织利用，成为证实俄军干涉乌克兰东部的重要证据。为此，俄军出台了严厉措施，试图刹住这种不良风气。不过，曝光苏道35锁定 F-22 的作者似乎没有受到影响。日前，他继续在社交媒体上爆料，他的最新照片显示美军著名轰炸机 B-52 被俄军战机锁定。这张照片应该同样发拍自战机座舱上的显示屏，显示屏上分隔显示了 B-52 被锁定画面和其他丰富的飞行信息。从这个细节看，几乎可以认为是苏道35锁定了 B-52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在如此分隔显示信息，就必须是大屏幕，而俄军现役战机中应该仅有苏道35座舱内的两个15寸大屏能办到。苏副57的座舱与这类似，但应该还没去执行跟踪这种粗活。至于拍摄地点，座虽然没有明确说出，但从他说的话中几乎可以判断出拍摄地点是叙利亚。拍摄者在突注中指出， B-52 是在没有其他战机伴随保护的情况下飞过他国领空， B-52 不可能飞过俄罗斯领空，那么俄美两军一起飞过的他国领空无疑只有叙利亚。从拍摄者披露的信息来看， B-52 在前往叙利亚时竟然没有任何防护，这确实显示了美军的自大。就打击难度而言， B-52 和不久前被击落的1220其实没有太大区别，叙利亚能打1220也就能够打 B-52。 当然 B-52 可能避开了叙利亚防空系统，但毕竟是在叙利亚上空， B-52 这样孤身前往毕竟也是有点拖大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拍摄者支撑就是要打击美国的这种嚣张气焰。他表示，今年俄军轰炸机频繁在外飞行，被西方国家严密监控，但当出于某些考虑，俄军却从未公开其他国家轰炸机的照片。他强调，他要改变这种情况，于是就有了这张苏35锁定 B-52 的照片。从苏35S 接连爆出锁定 F-22 B-52 以及此前俄军苏的27、苏 35S、 苏 30SM、 苏34被美军拍个遍来看，俄美双方在叙利亚的暗战着实激烈，俄美双方可谓竭取所需，对俄军这是验证新型武器性能的好机会，对美军这是了解发展中的俄军的重要窗口。总之，真正踏出实战，姑且这么算的这一步，终究是好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